关于境外留学生、务工人员、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因疫情无法回国办理问题，公安部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充分保障群众用证安全的前提下，研究推出了因疫情无法回国人员可委托国内近亲属代为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手续的政策措施，已于7月20日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具体落实。